You were blinded and imprisoned here for how long? Hundreds of years. Are you sure you know your way around?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Whoa! Are you nuts? I forget. You and I see things differently. Seeing things differently can open new paths. What do you mean? You only see evil in me because I am a demon. Try opening your mind. It's all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As I said, I see things differently. We'll meet up ahead.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会换个角度思考就了不起啊！话说这位大爷上一集刚做过自我介绍，这集我就不记得他叫啥名字了。哎，那么这一集呢，说是这个说是难呢，其实也是比较有难度的。这关关键是这个要拿到足够的分数呢是比较困难的。一般来说，常规打法打下来的话，一般也就只能获得个20万分的基础分。Her name was Asiel, an ancient one, Nephilim, like you.I didn't know there were others. The Nephilim were the third race. Sadly, they were hunted down and slain. Why? They wielded the power of both angels and demons. But unlike them, the Nephilim could easily cross worlds. They were formidable. Which made them a threat. Like me. And like you, they held great potential.What a waste. You want to reach your full potential? Perhaps Asiel holds the key. 这关我就给大家就是演示的是一个打出高分的方法，当然也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用这种榨取分数的方式。当然这次呢可能榨的分数更多一些，但是老是用那种方式榨分的话看起来打的也不好看，所以我这次就兼顾着这个华丽和这个分数的这两个方面。但是呢这个手残党可能就不太好学了，不过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技巧能够给大家起到参考的作用。 Nope, it's a fucking demon.这里的话如果是一周目的话就是女巫的第一次出场，但是在 SOS 难度下的话比她的第一次出场呢多两个杂兵。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先当然是优先把这个女巫解决了，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势要相对要较斜一些所以呢这个用冲刺的话由高处向低坡的这个冲刺呢容易冲天，所以如果要是使用这个百裂剑冲刺的话一定要注意要从这个低处向高处。还有刚才这个女巫的这个剑的这个弹反，大家也看到了，在这个剑第一支剑快打中你的时候，使用这个镰刀的气旋，正好可以把它三个剑都弹回去，这样我们打至剩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榨取分数的方式了，这次是怎么榨呢？在一次恶魔闪避之后呢，用百裂剑把分数和评价追到3S 以后，然后不要等这个百裂剑结束直接给它引爆，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的这个榨取分数。这样的话我们这一轮战斗就已经得到很高的分数了。Right, Asiel holds the key. 我们看到刚才他看的那个钥匙呢，这个就和这个但丁背后的那个标识是这个很像的。这关如果在一周目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教我们获得这个变魔人的这个能力。这代中的变魔人呢，其实就是这个恒逆天的这个在威力方面的加强很多。这个用法呢，其实说是没有这个三四代的丰富，主要是因为一启动以后就强制浮空这一点呢，其实这个，当然就是解围的话，实在是这个太逆天了，威力太大了，手残党专用。但是在二周目的时候，这里获得全部的这个获得这个魔人的这个能力的这段剧情呢，就会将你的魔力全部补满，而且是两场战斗分别都补满两次。但是呢，看似简单了，但是如果你使用魔人把这些战斗度过的话，这个你获得的分数并不高。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不使用魔人了，主要就是这个为了榨取分数，威力太大的话打不够分数的。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要释放出来的力量了，这样的话我们看，释放完了以后把中间的这个雕像就释放出来，
话说中间这个雕像是谁呢？感觉上还是像是这个封印在但丁体内的这种记忆这样的意思。Dante, you are here because I wasn't able to protect you. For that, I am truly sorry. Your father fell in love with me. A love that transgressed rigid ancient boundaries. We chose our path in the face of certain annihilation. We never regretted our choices, but we never gave you yours, my dear son.Now, finally, you will have that choice. You will have a great power. A power that will allow you to forge your own path. That, my son, is freedom. Be brave, my son. I love you.哎，接下来这场战斗呢，就是让我们试试魔人化的这个能力了。这里的话，我们的魔力就会直接给我们补满。但是呢，在这个 SOS 难度下和普通难度下的这个兵种配置不一样。哎，普通难度下的兵种配置是三个电锯，然后让我们用魔人来虐。但是这个 SOS 难度下呢，就是两个电锯和两个盾兵。哎，榨取分数的话，还是等到留到最后一个好榨取分数的这样的兵种好一些。我们先用自由的这种发挥的方式呢，把这两个这个电锯打掉。哎，注意的话尽量不要受到伤害，因为打断你的连击的话，这个分数上去的话就比较困难。哎，很可能分数会打不够。哎，这里我们已经把两个电锯干掉了，然后呢分别把这两个盾手的盾都破掉。 OK， 这样就剩一个了。剩一个的话我们先破他的盾。哎，从身后还破不了盾，我们要从他的正面，哎，把他的盾先破掉了以后呢，拉开距离。哎，注意不要把他这个离这个边缘太近，你不小心把他打掉的话直接死掉，我们炸不够分数。哎，一定要把最后这一个怪物的这个利用好。哎，白烈剑，哎，先堆分，堆到 3S， 然后一下引爆，这样的话最大限度的获得分数。Dante，Oh, right, the tower. On my way.哎，我们看，如果说是这刚才是没用魔力对吧？哎，如果是刚才用了魔力的话，在这里又会补满。哎，接下来这场战斗呢，这个兵种搭配上其实要比普通难度的要简单，所以呢，我们尽情的虐。哎，还是这个因为有电锯，所以很烦人。我们先把这个电锯优先解决掉。哎，干掉一个，应该是有两个。哎，注意也是依然是这个尽量不要受到伤害。哎，用常规打法的话，也这个保证一定的这个连击和这个分数增长。现在我们还是只有一个 S 对吧。哎，这里有同学给我介绍了，然后我试验了一下，确实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天使的这个飞镖，哎，对敌人在炫的时候，你只要使用暗中恶魔武器的这种闪避，不管你有没有成功，都会取消掉所有的飞镖的效果。哎，也就是说你刚放完一个飞镖，如果进行了一次恶魔闪避的话，哎，那个飞镖就不会炫了，就不会。不知道这是这个 bug 呢，还是说就是一个设定的一个技巧，我觉得可能是故意设定的。因为如果就是一直这个敌人一直被炫的话，你这个还怎么打对吧？有的时候你想把它打浮空。哎，这里的话接下来就是几个没有盾的这个高级兵种，哎，外配一个这个女巫。关键是这几个家伙也是属于攻击欲望比较强的。哎，你即使卡视角的话，他有的时候还会跑到这个你的这个视野内来攻击你。哎，来了。哎，女巫干掉的话，剩下的就由我们随便虐了。哎，这里我们就随意打。哎，最后一个了，我们依然是用榨取分数的方式。我们看，在我这一下可以连发很多榴弹，哎，这也是个技巧，快速把榴弹都打到敌人身上啊。哎，恶魔闪避之后，白烈剑。哎，
最后一下引爆，注意不要用百裂剑的终结技把他打死，而是要用这个引爆的方式，要比这个你百裂剑最后一下要快一点，不然的话百裂剑终结虽然说也会引爆炸弹，但是不会获得引爆炸弹的分数，哎，这一点要注意一下。榨取分数的时候，这关要达到这个 3S 的基础分的话需要34万分，如果我没有这个记错的话，反正33万4我打的时候是没有获得 3S， 然后我打的这个35万好像获得过，哎，具体多少分也不也就无法考证了。哎，接下来这个场景是最难，最后一场战斗也是本关最难的一场，主要难点是在于这个场景上面。哎，一上来的话会有这个一个绝地武士，还有外加两个这个绿豆营，绿豆营呢因为没有配有盾，所以我们优先解决掉。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绝地武士呢，这个已经给大家演示过很多遍了，哎，关键一点呢就是牵制他，然后呢哎逼他出招，哎，利用这个恶魔闪避，哎，获得攻击加成，哎，或者说是用大斧的这种这个弹反的这种方式，哎，虽然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下他打回来再弹回去，但是我们利用来换取这个恶魔闪避的这个攻击加成要更有效一些。哎，他这样的时候就是其实是我们攻击的最好机会了，哎，节奏很好把握 ，OK， 搞定。下一轮的战斗呢，就是说有一个鸟人，三个这个普通兵种，还有就是一个女巫。在这个搭配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把敌人打到这个场景外的这个特点，哎，我们先把女巫的这个盾给破了。这个女巫呢可能是比较难缠，因为她到处闪，而这个场景的关系导致我们不好去对她进行追击，所以我们这个对女巫进行牵制性的攻击，然后呢同时在进攻击女巫的时候尽量进行 AOE 式的这种对这个普通的杂兵也进行攻击。哎，这里的话刚才看到了我用这个飞镖的这个冲刺的这个攻击，哎，一下打的是浮空，把一个敌人打到这个场景外了，这样的话让他摔死，这其实也是一个用法，哎，就算是一个短距离的把将敌人控制浮空，因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将敌人打成浮空的方式呢，虽然中间这个空隙很窄，所以你很容易打把他们打飞的时候呢就直接把他打到另外一个牌子上去了，而不能把他打到这个浮空外面，打到这个掉落的这个缝隙外面。刚才恶魔闪避成功了，这个躲避了一次女巫的引爆，然后利用百裂剑又换了很多分数，哎，这关分数已经足够了。这个呢我练习的时候最高打的分数是49万分，总之就是用这个炸弹和这个百裂剑换分恶魔闪避的这个正分数的方式实在是太屌爆了。话说新补丁里面的这个分数就没有那么好赚了，因为这个取消了这个恶魔闪避的分数加成和这个长时间不攻击会掉评价。You found your inner devil, all right. But you have yet to discover your full potential. Mainly, I just want to kill the demon king named Mundus. And if you do kill Mundus, who would take his place? So,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总评。打的还是挺快的是吧，下一关好像就该打这个很多人说是最苦逼的一个 boss 战，就是打那个主播，这个 Bob， 但是我觉得那个 boss 战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了。 OK， 我们的 3S 入手，那么我们这段节目就到这里，不要忘了加黑瞳谷歌的新浪微博哦。